来，这个牛尾，这个牛尾就对了，这个牛尾就对一些，这边我介绍，一包为两包，一两单是五了，两万钱里面，千五了，卖一千卖八百五，五百，哎，五包啦，五包啦，五包，哎，这个包，两万来五包，五包，把这些，来，我这是坑的啦，对啊，低调科，那个是红林低调，来，你还，你还，你竟然上来了，五百，五百。 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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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伊来对无？你看伊嘛，看你对无？无无，好，很快，好笑的。无啊，今无啊，今天连花钱，我先叫叫，无进来啊。你不想，好嘿。我去他家，我去他家玩玩。还修呢，好。你平常被修的吧？哦。还没说啊。还没说嘛，对吧？别嘞。他蛋奶哦。200。今天这样子，娃娃你好，收了哦。哦，你别弄过来啊。清空，恭喜正常。今天买包，包，咱微信都赢，不然微信都，今天赚不动。刚进来就按赞了哈。进来的我还差260个赞到。600个，我要到600个赞，我要到600个赞。两千面啦，2000面啦，1500拢来。等一下就破千了啦，很正常，破人知道。1500，来呀，1500，是吧？1500拢来，1500，快点啊，还差200个，快点，继续按。1500。你今天可以，我等一下可以到隔壁去吃东西，啊，一起往来送去。Thank you.
大王又一次现场，剩这两个吧，剩这两个，你要吗？大王又一次。等一下，你帮我绑了，帮我绑呀。啊、哦，娃娃，谢谢你哇！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真贴心。哎，放下来。是吧？这是娃娃给准备礼物了。这是一只温暖的娃娃。他都给准备礼物了。三号了，他都讲完了。我的号里头叫我的喂。三号我呀，我到啊。帮你三个位。帮我走，我走三个位。好。对啊，那边很正常的，礼拜六东西市场。好啦。无代志。我有看，我哪知？我无看哪知？啊哪？无安怎？无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今日无过，后摆过。后摆过。爸爸叫你炸个鸡，八点未熟就紧过来安尼啦。我一定的，因为无特别的。你今仔载上侪哦？已经再个多少号了？差不多。反正是往西了。你不要买了最好，买了最了啊！买了最好，无人大家或者是近在，啊个啊，已经无用了。啊，物件再正哦，你土地只少人，土地只少人有一百块赚哦。你物件再正哦，你有一百块就无个，无太不了啦。听到没？那个绕境为什么会塞车？我坐高铁啊。我坐高铁为什么会塞车？这用塞，用塞啊！这鱿鱼啊，差鱿鱼啊，这鱿鱼啊，鱿鱼啊，大王鱿鱼是。这鱿鱼是啊。有没办法？他们要炒，炒那个什么？炒炒几台啊？炒几台？在讲啊？对啊，炒三斤啊，现在。跟老师讲用藤的咧。用藤的咪在啊？用藤的咧。啊，三百不在。三百我都卖伊个啊。你卖伊卖两公斤啊？三百我都卖伊啊。对啊，刚才他爸爸有在讲哦，人气旺要变成钱才是真的。他说晒太多美金的话不是好事情。我知道他人气很旺啊，我看我脸书的后台就知道啦。其实我比你们更清楚啊，我比你们更清楚目前每一场的状况。那个不是在拼每哪一场大爆发，拼那个是平均每一场都要有足够的人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大家懂吗？所以你们跟我讲说那一场很多人，那一场清场我都知道。其实我现在知道每一场的状况是怎样。
那个东兴市场现在是最热的，第二个是第五，第二个大概是乌日吧，第三个大概是第五市场吧，然后第四是这里，第五是和美。这个我都知道啊，你们不用，我比你们更清楚啊。我们在拍的怎么会不知道，我们感受气氛最知道了。很好吃啊咯。那个有分成假日还有地点，然后就会关系到那个客人的来客数跟那个购买的买气，所以我让后台一拉出来就知道了，脸书的后台一拉出来就知道了哪个场次比较夯。其实第五市场现在还没有东兴市场红了，第五市场还好，东兴这个现在有点夸张哈，然后乌日有点在降了，乌日有点在降，乌日没有之前那么好。不过乌日降一点是好事啦，不要那么红。东兴比较不会有事情。东兴是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地方啊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市场，而且那个点又是交通要道，有快速道路，又是台中的市中心，那个点很好。我等一下手机一开又一堆讯息了。好，我叫信奇，你信奇啊、哦、不是吗？不然叫什么？叫他倒数啊，来倒数，对，倒数啊、哦、叫他倒数，五四，我们要倒数了，三，还没按赞的帮我按赞哦，二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一，收播收播，拜拜。